哦，直接在那边讲对不对？哇塞，大家要笑了。好，大家可以猜一下哈。有一个这个猎人嘛，对不对？他带了十支箭，然后到森林里面打金刚。然后这个猎人看到金刚之后，他把一支箭射出去，射出去，射十之后，金刚全部把箭都抓住了，箭全部都抓住了，这金刚还是死了。猜得到为什么吗？观众朋友，你们猜得到为什么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因为金刚太开心了，然后把这个给查了。谢谢。要去看这个我租了一个情人，然后在这个时间是每个礼拜五11月的每个礼拜五晚上的8点。